有这外出很容易，外出很容易。好，我买了，有需要再放。嗯，家里有人啊，我装备还没起来啊，可以先放。这边有等级吗？好像有点厉害，还防击退，哇塞！什么东西？他为什么可以防击退啊？防击退，是他两箭都他没有掉下来，还是我射中这么厉害？拍照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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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暴风弓射杀，哇，这个也好猛哦，这个阶梯。哎呀，他直接跳跳跳，叠叠跳跳跳叠叠叠，哎，矿工完全没有蹲下，矿工最猛那一种，这么会，可以杀一下他们的矿工。哦，因为这好聪明哦，我把他们仙人掌收回来了，耶，回家喽。哎，有人来了，来了，那个兵，那个兵，那个超那个的。哦，哎，那个兵，我们收不到他。我觉得那个这真的还是要只能防守啊。嗯哦，我跟他打字，不然那个太卡了，没办法玩。你是有人在射我吗？射出来的箭矢不能捡回来，可恶！对，会消失，都惊掉了。那整个超漂移。哎、欸，小心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，他虚弱，他虚弱，他虚弱。然后他烧起来，他烧起来。你回家吧，你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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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送你回家，你回去，叫你回去。哎呦，干掉，干掉，干掉！我要回去赎罪了，我罪恶值有点高啊。你加赎罪喽。哎呦，牛白痴！有啊，你要吗？有啊，箱子。鸟王跟杰克在那个里的家里的箱子啊，黄金，黄金。哎，他们家里守的好严密哦。我给你红萝卜，赎罪，好，赎罪。他们家里收的好严密，买不到的哦，非卖品哦。知道知道。哈？哇！二领先引起他们注意力。有，我进去了。大叫！可是还是没办法直接挖。没有二领。哎，我被收了，我被收了。黄金，黄金。你走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好几个黄金洞窟，三个人。好，来了，掉一个。来了。哇！来了。直接躲回来吗？有挖到三箱。家庭被毒血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被队友射吗？没有没有，他们有那个。等一下，下面发光，下面发光。有，我看到，看到，有，我刚刚进来，我刚刚有看到。后面，先打这个，我先打这个发光。那个兵发光。哦，死了。他烧死了。家里有一个，杰克。那个兵，家里在新金石，那个兵在新金石那边。哎呀，我看到进去了。我想会只有挖泥土，我才刚拿三三。没关系，我直接跟他，我伤他，我伤他。那好痛啊！三三，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你的铁都我跟他，我跟他了，混沌之物了。哈哈，混沌之物了。木头也。三十几个变八个，你要吗？哇塞，三十几个变八个。还要分散风险哦。有，我刚刚本来就是要分散，按你们说的黄金很多，我就冲出去。你有没有箱子？这里东西给你。这个不能 Q 出来。这附近没箱子。家里面吧。我又被打了。我的稿子还好，没事。那个右边哦。哦，我的木材。对，传送石都忘了用，都忘了用技能。嗯。对耶。今天都没玩到。对。该玩旧版的啊。对耶，我都玩成旧版的。对啊，都玩模组了。新版的呀，有人到了红石洞了，红石洞注意哦。红石洞没人。任务哦，任务哦，中断钻石。占领，打架！中间有人，没人。中间有人，有一个。他虚弱。再跳，中间要先打死。有干掉！哎，家里，没有，那是二零。漂亮。身上我要铁，我把敌人都会发光了。好快！我又来了！我是失明弓而已，尽量射我啊！失明弓，谁呀？失明，听起来是什么？然后失明射失明弓，那施先生，哦，失明，冲，哎 ，nice， 失明的，完成，收队，完成，收队，哎呀。哎呀！家里有一个在挖泥土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在哪里？我又是老位置吧？这里吗？老地方。
在下面。想杀想杀什么东西？想干什么东西？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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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多太多了！低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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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了，在商店在商店在商店街、啊、商店街，好，那我这边回去。哦，这个迷宫好痛苦、哦。不要让他走。青金石洞、哦，往青金石洞去了、哦嗯。看到看到看到了，底下一个底下一个。那我年终会烧。打字打字。哎，回头打荷叶。后面还有一个。我的混沌之物。不要啊！他会很孤单。他杀了他杀了闪闪。这边杀闪闪，我们要替闪闪报仇。干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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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。哎呦，铁又变成混沌之物了。因为我的附魔台有那个。有的收起来了。哎、欸，二零，你刚刚是怎么挖的、啊？哦，这个啊，你想学啊？我想，我想学啊，想学啊，尖角学费。挖什么？好好奇哦。对啊，先来楼上啊，那个。那附魔台被拿走了吗？哦，先去楼上是不是？箱子里，箱子里有吗？可是我想附高级的哎、欸。好，那就拆开来，拆开来，挖开啊！我们先守啊！对呀、啊，不要附魔台了。哎呀呀！我要常住在中间哦。好，我小心，你好胖哦！这样够吗？这样够吗？你才胖！等一下啊、哦！你这个挖几杯啊？胖你！中间来一个那个的吗？对，那个的。100。你想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我们捡东西再盖起来吧！好痛，好痛！我被一个打，好痛，好难，好难捡哦。嗯哼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想干嘛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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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这一波等多久啊？叮叮当当哎！我等超久。你从上一轮多久？剩上找人是你啊！哎，铃声都响了。哎，河豚在面对他们左边还右边？我没看到河豚，左边一点，左边一点的。你小心哦，我在吃牛排哦。哦，他真的。先捡，先捡。好，我来捡，捡捡。我被你跟着，跟着。啊，痛！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重生好久、哦，他居然没有回收我东西呢！你挖太多了、啊，这么厉害，运气这么好。死亡时间为十二秒，请耐心等候。没有惩罚我耶！真的是繁星时间呢、啊，真的时间哎。哦，捡捡捡捡捡，水下有几个？有捡了捡了。小雨，你捡到他们家，他们都不理你。对啊。根本没有要捡的意思，感觉上。这个是这个笑声。有了，好了。你不捡我捡。哦，我举盾太慢了。我找到了河豚，你在这儿啊？好凶。都是草，我最讨厌这个草。哎，下面有那个钻石。有人，这个有人。我看到了。他们有负面效果喽。小雨，那钻石的。钻石，还有人这边哇，他已经有挖到一颗了，可恶，羡慕，羡慕，姐妹这边可以出来，好，走开，把你的钻，哦，睡，哦，凶，拿那门做给你的，那我站在这里，很久啊，55秒啊，超级，你有吃的吗？箱子不是有吗？没了吗？没看到了，还是有黄金。那我先，我放一些给你们，大家对吧？复个魔，有人从旁边墙壁来。我边，我听到摔落声，我听到摔落声。什么？哈基？没事，是我，他怎么可以？是我摔。啊？怎么可以叠那么高？小心。谁摔？我在挖土，我在加核心挖土。往后看一下，哈基。哦，不是，刚是另外一个的红队，我刚好看是另一个哦，我以为你看错了，上去了，
他们都从边边来诶、欸。对啊。巧克力，你的剑是什么？我剑燃烧而已。我这里有锋利三，燃烧二。哦哦哦！附魔大师哦，厉害！这该怎么附？哇，这好痛哦！哪会？拆开附。吃个牛排。拆开附。等一下，我要吃牛排。我要掏空我们家地基。又要开始掏空战了。盖出来的房子，然后全部都挖光。我去拿厉害的武器。想要从我们家钻过来，我直接掏空地基，然后守在下面吗？对，我要在下面放陷阱。哇塞！地下是做镂空设计。地下时间快结束了，任务时间快结束了。到身上，到身上。好，给你，谢谢。哇，你怎么那么多宝物啊？先杀小鸡，快点来中间效果，杀小鸡。真的好像你，真的真的好像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像你。鸡都跑水上了，好，对面的。鸡跑右边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鸡鸡在他们家，鸡家里有了鸡鸡，我的我的武器全啊，没有问题，打掉打掉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哎，在我们黄金家，哇，在我们黄金家。哇哇哇哇！接一下，接一下，接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接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接一下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我家的鸡，打鸡，不好意思，打鸡，不好意思，跑到你们家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家的鸡啊，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下载了，小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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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拍谁？拍谁啊？拍谁？拍谁？拍谁了？拍谁了？可以吗？要打河豚呐！河豚，小鸡打，小鸡打，河豚在里面呢。消息在里面了，在里面这边我关注关注了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吸收效果哎，我救你我救你，吸收效果，我救你救你！你们有看到我的河豚吗？跑到对面去了。有看到他们联络我好吗？哇，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！我的河豚，可以还我吗？没了。妻子不见了，刚刚他给打电话给我吗？三十秒，我的主手武器吃的全部不见了。我的刀，我只是内内，我的镐，我的斧头。我再放一些吃的在箱子哦。好。啊哈，这地基被我掏空了。哦呦，哦呦，掉！哎，那个青蛇，两个青蛇，哪里？山寨你在哪？他跑走，他跑走。他这这边有两只。哦，还有。耶！青蛇，青进来了。他用金镐吗？还是？对，金镐效率四。哇哦！哇哦！对，很狂成这样，叮成这样。我觉得死掉稿子要全部回收哎，不然会有会有点那个。会像后像这样子惨惨。可是同时也是某一阵子啦。对啊，而且你挖复活也很久。死掉会有那个几率会不见啊，我是刚好幸运都没有不见。我刚刚上一场就一直不见啊，我的稿子。天选之人。哇，也是玩一点运气啦。玩一点运气。我的，回来了。你要钻石？打到了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咦、欸，挖了三颗钻石。哦，后面有人。哇呀，加上我一颗，我有这样有四颗。四颗。对啊，你有些难做的东西。我要去附个魔。掏空完成，好。哎、欸，累格真的是。掏空地下水。啊！我刚刚又没有用到用技能石了，真是。哇，你刚刚的叫声真的，哎呀，有人加伤害什么的、哦，陷阱有人附近，在地下室，在地下室，地下室。占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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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人守就好，我们去中间帮忙。因为你，哎，哦，可以，他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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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们过去，过去。好，我们在中间占领了，死亡会控制。有一个在上面哦，有一个在上面。好，有没有见识？有没有见识？有没有见识？我有。有他掉下来，哎，这个压力板到底是什么？陷阱啊！你的陷阱吗？哇，这个人有防御的。哎，后面，哇，这个雷格的真的是很会，很会，很会。你这个别跑啊！你快要被烧死了，快要被烧死了！站一下，有没有肉可以吃啊？站一下，有啊，箱子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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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等下给你。他们金子归零了，好，他们归零，漂亮。我回家吃了。金子那边有人来了，智慧的啊，哎呦！来一下，
哎、欸，等下我最后只三十一了啦！秀、哎、啦，你秀秀！等一下，赶快回来，请示慈姑观音哦。你需要那个还愿一下。我来请示，我来请示慈姑观音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大慈大悲救苦救难。哇、哦，这个是被凋零是吧？好可怜哦。还是中毒？一定要蹲哦。对，不是不是，我要先把这里堵起来，这怎么没堵啊？他也是毒。那也是。那小雨跳，小雨跳。哎。小雨跳完，砍我好痛哦！我在赎罪啊！你有罪啊！赎罪一下。嗯、喂，二零、哦、跳好高！你也是在冲的吗？那个黄金矿的要小心哦，中间两个人来了，来了，黄金矿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帮助他。不是你也是在冲对面核心的吗？干掉干掉！好，那我准备一把给你。你要挖吗？你要挖吗？矿工，那位矿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去挖铁。哎，哇，他不想呀，他想要挖，然后你给他。你明明上一场杀人杀那么开心，很 QQ 哦。哎、欸，有人从左边来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在跟，我在跟。好，我只是要清金石而已。给你啊，给你啊，给你啊。嗯，有红石顺便挖吗、欸？下去了，拜拜。你就走掉了。而且红石不是可以换东西吗？可以啊，还可以，也可以往上换啊。中间门口那个兵，金矿工，他们的金矿工好可怜，都没有装备。然后你就要走。